红端端，白浅浅，一起排队做饭饭。不问纷纷是纷纷，只问纷纷等等等。大大出来到世界，继续排队做圈圈，在这待着放鬼鬼，没事不能死绝绝。我端端可能都端端，弄不好羊汤拌拌。要求各地在6月10号前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单人单检降至不高于每人份16元，多人混卷混检降至不高于每人份5元。智能核酸采样工作站呢，机动灵活，便于部署。那么设备到达点位以后呢，经过简单的调试，马上就能投入到这个核酸采样工作中来。那更重要的是呢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核酸采样工作站呢，它是集于核酸的采样、存储、消杀于一体的这种一站式的这个服务。想与病毒共存的话，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。所以呢，用旺旺水神来防疫，有效能够保护您、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。防疫不能等，请赶快上快点购。买的时候记得呢，输入呢秀秀的推荐代码 CTI 666 CTI 666，希望大家做好防疫。